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！看课本104页啊，讲到底下啊，他讲，这个初发心菩萨啊，那只要你有成佛的意愿，那么你就可以叫做菩萨。因为这里在解释什么叫做菩萨，菩提萨埵，发大心的啊，这个大心就是成佛的心。啊，那成佛是为了利益众生，啊，那么就是利益一切众生。那真的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，必须要有啊无我的心啊，就是性空慧无所得的心。那所以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啊三心。那么它具体的实践就是六度四摄啊。所以菩萨道的一个纲要啊，就是。一啊，六三心行六度，那主要啊分成两个阶段，一个是所谓的般若道，一个是所谓的方便道，啊，那又叫做所谓的三心行六道。那么三心行六度，二道无菩提，啊，那这个是菩萨道的一个纲要啊，就是三心行六度。然后二道无菩提，啊，那么从发心菩提，啊，一直到究竟菩提，啊，那这个是菩萨道的纲要。那菩提心啊，就是我们说过啊，有三种菩提，那这个是主要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就是成佛的心呐，啊。那成佛的心是为了要利济一切众生，啊，所以这个叫大悲心啊。所以声闻啊，所以解脱道跟菩萨啊的菩萨道啊的这个声闻圣跟菩萨圣啊，小圣跟大圣最大的差别啊，在有没有利济众生的心，以及利济众生的这个能力啊。那所以啊，这个菩萨啊要广学啊，那么要广结善缘。要广修善法，啊，那么人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。那所以这个第一个啊，是不是菩萨，看你有没有发心要成佛。那发心成佛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，所以菩萨道以菩提心为根本，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。那么你能不能真的就是你这个心会不会退转？那么是不是真实菩萨，看你有没有无我的心啊，就是智慧性空慧啊。如果你没有性空慧啊，就是无所得的心啊，也就是无我的心，那么你是不能够啊真实的去利益众生的啊。所以啊，大悲心又以无所得心为根本啊，所以这个就变成所谓那菩萨所修行的善法不离开六度四摄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啊，叫大圣的一个纲要，它就是十个字而已啊，就是三心行六度，二道无菩提啊。那这里啊，我们来看啊，他讲到啊，这个什么叫菩提萨埵啊？初发心时，誓愿当作佛啊，已过诸世间，应受是供养啊。虽然还没有断烦恼啊，但是他的心已经超越一切二乘啊。那从初发心啊到第九无碍啊，无碍道就是无间道啊。那入金刚三昧啊，那这里底下啊有注解啊。那么这个断有顶啊，有顶基本上。主要是讲啊，有的三有的最
最上面啊，油鼎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色界鼎，也叫做油鼎啊，那一种是三界的鼎，叫做油鼎。那这里只要是指三界啊，那所以啊，就是无色界啊。油鼎有两种，一种是色界啊，因为无色界它欲界跟色界，就是我们假如说有这个身，有这个色身啊，那还有这个相啊，那无色界就没有。但是这里的油鼎指的是三有啊，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啊，就是有肉的。这个有是指有肉的最高是非想非非想啊，那其实就是我们说无色界。那无色界到断到无色界最上面的第九无间道啊，无间道就是无碍道啊。那么从这个无间道里面啊，那么通常它是这样啊，就是无间道解脱道，无间道解脱道啊。那么一般来讲啊，忍断烦恼，自证无生啊，那么得忍得自，那这个到第九无间过去就解脱了啊，解脱就成佛了啊。那一般来讲，这个是三界是证阿罗汉的，就究竟就把一切烦恼都断尽了啊。那基本上是如果依部派的阿毗达摩的讲啊，那总共有八十一品烦恼，那他把最后一品的烦恼断掉了。那菩萨的话就是最后一品的无明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啊，所以他这里说从初发心到第九无碍啊，无碍就是无间啊，这个鸠摩罗什都把它翻作无碍道，无碍入金刚三昧啊。那这个我们看那个注解23就可以了啊。那么就是断一切烦恼啊，一切随免去，就是断一切烦恼啊，所以得叫做金刚玉定啊。那其实就是金刚是形容很这个很坚固的啊。那通常简单的讲啊，阿罗汉叫断五上分解啊。那这里是详细的说啊，那么是中间啊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这中间都叫做菩提萨埵。那成了佛就不叫做菩萨了啊，就转名为佛了啊，就不叫做菩萨了啊。所以啊，从初发心还具足就是具夫凡夫啊，到第九无间断最后一品烦恼啊，那么这中间从具足一切烦恼到断最后一品烦恼中间啊，那么这个都叫做菩萨。啊，那我们说主要分四种嘛，啊，就凡夫两种，啊，那么圣者两种。凡夫就从初发心最初跟要成圣流之前，啊，这个都是叫做凡夫，啊，那么凡夫菩萨啊，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还有退转的，啊，那这个是初发心跟久修行，啊，写一下好了啊。那通常菩萨啊，那么有很多种分法啊，像华严经里面讲十地啊，那十地前面啊要证初地以前啊，又有所谓的实信实住啊，实行实回向啊，那后来又在十地，原来十地后就成佛了，后来又在十地跟佛中间又有一个等觉啊，就现在我们比较常用的大概就是52个阶位啊。那通常是啊，凡圣简单啊，没有那么复杂的话，它就是这样啊。这个凡夫，这个初发心，久修行，这最初啊，那你发心我要成佛啊，那从这里开始啊，这个都是具夫凡夫啊，这个都是具夫凡夫，烦恼一条也没断，夫就是烦恼啊。我们叫做具夫凡夫啊，但是这个这里是具足一切烦恼的，那到这里都还没断烦恼啊，那到这里才开始断烦恼。那如果声闻的话，就是证出果啊，还断烦恼。那么这个是阿比八字啊，通常啊就证无生法忍，才不退转入圣流啊。如果声闻，那就是入圣流，这个是啊。然后到最后，这个是最初的，啊，初得法身，这个是初得法身，这个是后得法身。
如果声闻的话，初得法身是初果啊，后得法身是这个阿罗汉啊，最后啊就是三果了啊，三果就是最后啊具足法身了啊。那么这个是初得法身啊，在这里了啊。初得法身就是开始入圣流，我们叫做入圣流啊，这个是圣者啊，这个是入圣流。入圣者流啊，就是入圣者的这一类了，我们叫做超凡入圣啊，我们叫做超越凡夫而进入圣者，超凡入圣啊，就入圣者流啊，那叫做入流啊。那么阿毗跋致一开始，然后最后是所谓的一生不处。然后过来就是佛了，过来就是成佛了，就不叫做菩萨了啊，就不叫做菩提萨埵啊，就是佛陀了啊，就等正觉啊，就等正觉了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通常在这里啊，那么这个久修行啊，如果是到无生法忍之间啊，那么还有一个所谓的不堕啊，那不堕虽然还没入圣流，但是他也可以不堕三恶道。那么如果是这个阿含经里面说的啊，就叫做正见真上啊，他还是具乎凡夫，但是这个烦恼的程度不太一样啊，他这个已经不堕三恶道了，他这个已经不堕三恶道了。但是不堕三恶道，他仍然是具乎凡夫啊，他仍然是具乎凡夫啊。那最初段的其实是正见而已，最初的其实就是具正见跟正心而已啊。那如果从阿含经里面来看啊，我们最初段的烦恼不是贪，不是嗔，不是痴，就是戒禁取。最初段的就是戒禁取啊，然后就是对佛法的没有正心，就是疑。然后这两个断了，才能断什么？断生见，啊，那比如说三果，比如说初果啊，入圣流啊，比如说这里入圣流来讲，入圣流，初果来讲啊，那么如果是菩萨来讲，无生法忍啊，基本上就是得无生，无生就是不生不灭法，也是一样，即是一样的啊。那么重点啊，入圣流只要是证得无我啊，无生法就是无我啊，啊证无我。见无我了，见法知法啊，见无我啊。详细的讲，就是见缘起无我啊，或叫做缘起中道四谛无我啊，也可以讲这样，见缘起正四谛啊，已经正四谛了。对四谛的因果理者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就是你对如是因如是果缘起四谛。缘起就是四谛，缘起就是四谛，缘起就是中道，无我就是中道，只要是见无我啊，已经见了，已经证见了啊。那么如实知啊，比如说从四谛来讲，如实知如实见，对四谛完全确信啊。那有时候叫做，如果是信行者，他就叫做四不坏信，或者叫做四正见，啊，那如果是法行人啊，他基本上就叫做法眼见啊，清净法眼。那么他如实知啊，所以对四谛，你看他第一个断戒禁取见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戒禁取，断戒禁取见，啊，写在这里好了。就是说，从凡夫到圣者，啊，他基本上啊，他是先有所谓的正信正见，然后再有出世间的，有世间的正信正见，这个是世间的，啊，这个这里是关键啊。那么先有世间的正信正见，以及出世间的正见正信，
然后由这个正信正见，由这个正信正见，这个没有借进取气就是正信，啊，然后你看啊，就是断，他所断的，他所断的就是三结，啊，借进取见，啊，这个其实很重要啊，因为很多人其实都不晓得，真正的要解脱或要修行，他不是你拿着一本经，拿个一个佛号，拿个一个咒，啊，然后修一个法，一直修一直修。啊，那么就是卯起劲来修啊，豁出去去修啊，那么刻苦精进修，不是啊，他要正确啊。修行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先要正确，然后正确之后精进，让他成熟，就是日复一日啊。你要先确定这条路是对的，然后一直走下去啊，努力的啊走下去。啊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啊，那么一直都走下去，啊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那成佛来讲，啊，若一佛，若二佛，若三四五佛，啊，一直一样下去，啊，那么重点就是要先有正信正见，断戒禁取，戒禁取是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啊，就是这样的原因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，这样的结果。这样的结果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结果，就是这样的境界并不是解脱，那你却认为这样就是解脱，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佛所说的，那你却认为这个是佛所说的，啊，那么像这一类的啊，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先弄清楚，其实你再怎么用功，也不过就是外道，啊，正是你用功的境界你不能分别，那个就是障道。啊，你以为你在修道，其实越修越障道，啊，离佛越远，啊，就说背道而驰嘛。那这个我们会发现到现实的佛教跟真实的佛法落差很大。啊，为什么？大家不了解佛教嘛，不了解佛法嘛，所以现实的佛教，我们现实看到的佛教的修行方法，啊，在家出家的修行方法，以及真实的佛所教的、佛所教法、佛所教导的。啊，那我们看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在哪里啊？第一个要断的就是戒禁取。那戒禁取恰恰就是我们现在现实佛教中最多的啊，非因即因，这个是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嘛。啊，非因即因，即就是直取啊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。在印度的话就是啊，你执着苦跟乐啊，你执着这个苦是解脱的因，就苦行外道；执着这个现在身心的乐就是涅槃，啊，不管是欲乐、定乐、极尽乐，啊，就三种嘛，欲有色有无，欲爱色爱无有爱，啊，或是你执着这个乐是一种解脱，啊，那所以有四种外道涅槃嘛，啊，这是从。就是禅定的嘛，然后有这个世间的涅槃嘛，啊，就是无欲的自在，它就是涅槃。那这个，这其实都是佛陀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极力，就是极力澄清的东西啊，就是告诉大家，就是先断的是这个，啊，非果即果，就是你这种境界其实不是解脱的境界，啊，那你却执着是解脱的境界，或是这个方法其实不能让你得解脱。你却只取这个方法可以得解脱，啊，那所以这个戒禁取要先断，断了戒禁取，你没有错误的修行方法，你还要有正确的修行方法。疑就是对四谛有怀疑，四谛就是因果啊，啊，苦集灭道啊。那么对于这个因果，我们讲如实知啊，重点就是如实知。啊，如实知，如实见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如是果，这个是佛法很重要的道理啊。很可惜，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啊。那你完全确信没有怀疑了，就见四谛了啊。那你已经确信修行的方法了，所以你看正出果之后，二果怎么修行？二果怎么修行？薄谈成词，为什么？
因是什么？果是解脱啊，果是解脱。因是什么？因是烦恼。啊，有烦恼因才有生死的果，有烦恼的因才有生死的果。啊，那么如果详细说，就是烦恼造业，造业感召生死苦果。生死苦果啊，如果详细说是这样啊，如果概要的说，就是烦恼有生死啊，就是无明为父，贪爱为母，而有众生无明所父，爱结所系，长夜轮回啊，就简单讲就这样啊。那无明跟贪爱是烦恼的主要根本啊，所以阿含经常讲嘛，无明所父，爱结所系，长夜轮回，不知苦之本尽，无明不断，爱结不尽，此生灭已，亦因相续啊，就继续又不断轮回啊，啊，那所以真正来讲，因生死因苦因，有生死就有苦啊，生死因苦因就是烦恼。那么，所以你要解脱，你必得要把这个生死因去掉，就苦即灭道嘛，啊，比如说生死是苦，生死是苦果嘛，生死是苦。这个是苦果，啊，只要有生就会有死，只要有生就会有死，所以他要证无生嘛，啊，就是无生法的啊，你入了这个无生法啊，就是解脱了啊，你终之趋向解脱，不会再有生死的啊。那么你生死是个苦果，那生死的因是什么？这个是苦，生死的因是什么？是烦恼业啊，所以叫集嘛，啊，有众多的烦恼，众多的业而形成。所以叫做己嘛，啊，那你要灭这个苦，你要灭这个苦，灭这个苦，灭这个苦果，你要灭这个苦果，你必得要灭这个苦因，啊，所以这个灭基本上就是你要不有这个苦果，你必须没有这个苦因，啊，那你要灭这个苦果，你必须灭这个苦因，啊，所以叫苦集灭道嘛，啊，那么那个道就是灭苦的正确的方法，啊，所以。灭苦的正确的方法啊，那就是八正道，那就是道啊，所以你必得要有正确的方法。那你这个就是不正确的观念啊，不正确的方法。那么你虽然没有不正确的，你也没有正确的，或是对佛法的四谛中道缘起的道理，你没有确定，没有确信啊，那么。有像信又好像不信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疑。那这两个没有断，这个没有断，这个不能断，所以第一个一定断戒进去啊，很简单嘛，你这个瓶子如果装了酱油，你就不能装其他的油东西，你必须把酱油倒出来再装你的甘露水啊。那你没有装或装，你把酱油跟甘露水混着，那也没办法，所以第一个要断戒进去，其实他第一个就是断戒进去，所以强调的是正信，强调的是正信。第二个要断疑，强调的是正见。啊，你好好想哦，你好好把这些东西好好想象，你就会知道，强调的就是正见啊，正见，正见什么？正见八正道为主的正见，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心、正有正见才起正思维。啊，那么有正见没有正思维，那个正见也会慢慢变成邪见。啊，这个是这样的。那么之后，你看之后，你已经知道了，你已经知道生死的苦果，生死是苦果。那断生死的因是烦恼跟业。好，那从这个因来讲，烦恼是烦恼。啊，一业有生死，一烦恼有业嘛。好，那从这个烦恼来讲，它就不离开什么？不离开无明跟贪爱。那无明基本上从哪里？无明是什么？无明最主要根本的无明就是执着五蕴是我，执着这个身心是我，执着身心为我。那不离开就是什么？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，不离开执取色受想行识为我，那这就分三个
啊，就是即运我、离运我、相在我，啊，即运我、色即是我、受即是我、想即是我啊。好，我们稍微把这个讲一下好，啊，他都不离开啊，即运我啊，即色是我啊，这个运就五运，这个就是五运，即色是我，那么。受想行识是我啊，这我们自己写就好了啊。即运我，离运我，离开色有我，离开受想行识有我，离运我啊，即运我，离运我，以及相在啊，我们可以说相在我。那相在有两个，色中就是运中有我，我中有运啊，就是色中有我啊，就是运中有我，运中有我，我中有运，运中有我。啊，就是运包含着我，我中有运，就是我包含着运啊，我中有运。那不离开这个，那贪爱一定会引发无明，无明一定是由无明一定会起贪爱，贪爱一定是由无明而来，这两个是一体的。无明断，根本具生我执断，贪爱就断。贪爱是三界的贪爱，那贪爱从哪里升起？贪爱就是从这个受想行这边，色受想行这边啊，就是从这里。那所以它基本上是什么啊？根尘是。所以你说为什么要讲五蕴六处，就是在这里啊。所以佛陀说要观五蕴的生灭，要观六处的寂灭，这个是解脱的根本啊。根尘是，和合生处。贪爱从哪里升起？根尘是产生所谓的心所啊。那处生受想思啊，那后来有所谓的处作因受想思啊，那简单我们如果从阿含经讲就是这样啊，那从这个受主要在这个受啊，或者在这个想啊，那么这里是造业了，造作了，意志了，那么由受开始就有所谓的苦乐，那么起这个都起贪爱啊，形成所谓的啊，就是烦恼，贪爱的烦恼，爱心所，贪爱心所啊，就从苦跟乐。它是怎么升起的啊？苦就是嗔，它都是贪爱的一种；乐就起贪，啊，它都是贪爱的一种，它贪爱的烦恼，啊，不同的面相而已，然后都贪爱的烦恼，啊，那无明就起贪爱，啊，那因为有我见嘛，我的感受，啊，那这种感受啊，我不喜欢，我怎样啊，就有种种的想，欲想、会想、害想，那之后啊就起思，啊，当然啊也有说啊受则思，思则想，也有这么说的啊。那这个其实它就是这么来的，所以你看啊，你看啊，这个他已经了解了，他已经了解了无明贪爱啊，所以他一定要除无明贪爱为因。那无明从哪里除？从观五蕴上，观五蕴无常无我啊，可以除无明啊。那无明如果断了，那贪爱就断，或者啊，你从贪爱上下手。啊，你从贪爱如果断啊，无明也断啊，所以五上分解，无明、调举啊、慢啊，那么色贪无色贪啊，那欲贪是在三果的时候断啊，然后色贪无色贪，这个贪爱还有分三个层次啊，欲贪、色贪、无色贪啊，所以或者说自体爱、境界爱啊，那你看他就是这样，所以他会从哪里下手？从观五蕴或是观六处啊，那么五蕴六处合起来讲，其实就是缘起啊，过去就是身心性命的啊变化啊，所以你看佛法的三个核心，五蕴蕴相应、处相应、缘起相应啊，它叫做杂相应啊，那包括缘起四谛、中道都在这里说啊，那后面是什么道？你看后面就是道啊，三十七道品啊，那怎么样去修这个次第是什么啊？那如果你可以在五蕴相应里面，就过去有数十位，你观五蕴就可以得解脱了啊，你也不用读那么多啊，或是六处处相应也可以啊。那如果没有，就表示你的资粮不具足，你要开始先正信正见，然后要持戒，然后要修定啊，就这样慢慢慢慢就戒定会上来嘛，气是这样啊。那这个是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正出果之后断戒进取，然后对四谛再没有怀疑了，对四谛苦集灭道
啊，那怎么修啊？再没有怀疑啊，啊，那没有怀疑之后，你看他恶果就是什么？恶果就是薄贪嗔痴了，就开始对这个烦恼，啊，对这个烦恼，那么开始调伏控制，觉察调伏控制，啊，那开始薄贪嗔痴，没有其他的事，就是薄贪嗔痴。啊，因为烦恼就是生死因，就是苦因嘛。那怎么薄贪嗔痴呢？啊，有贪痴，有贪，有嗔痴，有嗔。当你有贪痴有贪的时候，你就不吃了，你就是觉察的状态。你不知道觉察，这个就是无明，不知道嘛。起了烦恼，你不知道在起烦恼，不知道起的是什么烦恼，不知道这个烦恼从哪里起，不知道这个烦恼要怎么对治。你就这样啊，这样，所以你就不知道啊，有贪知有贪啊，这个就是《阿含经》里面的主要的核心道理，都是这样教，就是这样说啊。那么有贪知有贪，有嗔知有嗔，这个是第一个啊，这个就是你，那你如果知道，你就是不吃，有智慧了啊，所以多闻。多闻智慧圣弟，多闻智慧的圣弟子啊，有贪知有贪。那有贪知有贪，有嗔知有嗔之后呢？啊，这个我们擦掉了啊，这个讲过了。啊，这有贪有嗔叫做畏，啊，就是畏着烦恼了。啊，你心里面起烦恼，可是你知道，你不是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就圣者，只有圣者才没烦恼，凡夫都是有烦恼，只有有察觉没察觉而已。只有有察觉，而且都是巨夫凡夫，巨夫具足一切烦恼的凡夫，没有人少一条，少一条就是圣者了。最先少的就是什么？就三条，一起断的啊！只要是凡夫，都是具足的，一切烦恼都具足啊！没有人少一条烦恼啊！只是烦恼的粗跟细，造烦恼的力道的轻跟重，烦恼的轻跟重，烦恼时间的长跟短。不一样而已，没有那个没烦恼的啊。那么，但是在于你有觉察没觉察啊。那就好像世间人没有那个没病的了啊，只是看大病小病有影响没影响啊，病的时间长跟短啊。那么小小的病啊，就不足为虑的啊，那个就不管不太管它了啊。那但是未着烦恼，所以要怎么样患知其过患。啊，知其过患，啊，你要了解到这个烦恼啊，所以带给你的伤害，你要如理思维了，啊，然后而能远离啊，这个就要到了啊。你要怎么样远离这个烦恼，啊，然后就有很多种方法了，啊，看你起的是烦恼啊，比如说你要对治的，而能远离啊，你对治的，比如说你嗔心啊，你修慈悲观。啊，你贪心，你就不净观；你散乱，你就属习观。那类似像这样，啊，或者啊，比如说你起烦恼，你观烦恼的深处，啊，无常无我，缘起有为，心因缘生，啊，你这样观也可以。或是你转念，或是你克制，啊，用一个法来压制另外一个法，啊，强力的转念，啊，或是你如理思维，其实有很多种方法，啊，但是你要理解，就好像灭佛。灭火有很多种方法，啊，你可以用水，如果是木材引起的火，你可以用水降低它的温度。第二个，你可以用棉被盖住它，让它没有氧气灭火，啊，然后第三个，你可以把正在烧的火的这些木材都拖出来，让它没有木材可以烧，那它就没有了，或者烧完了，啊，让它这些烧完，旁边的不要再给它延伸过去，啊，你看那个森林大火都是这样，它没办法去灭火啊。啊，也没办法跟他盖棉被，因为太大了。那怎么办？把旁边还没烧到的这些木材清空出来，让它烧不会烧，一直烧过去。啊，就因为火的一直增长，就是空气嘛，有助燃物嘛，有可燃物嘛，啊，有助燃物，有可燃物嘛，啊，然后有温度嘛，啊，那所以你看，一样烦恼也是这样。那你了解了，你就知道啊。那么你这个其实就是啊，那你为什么要了解三十七道品？了解佛法教的修行方法啊，为什么要了解五蕴六处啊？他不离开五蕴六处嘛啊，所以
佛陀啊跟比丘讲，要观五蕴的生灭，要观六路处的极灭啊，就是你的心所不断的变化。那这个其实都要从觉察开始啊，所以四念处都是其实就是训练这个啊，训练你觉察的这种心，然后让你的心啊能够了解啊，了解整个身心的运作。那么你先了解身心的运作，然后来了解生命的形态，它是怎么样运作的啊？那你如果真的了解了，其实你就不用怕轮回啊。轮回其实不恐怖，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轮回中受苦。其实我们要灭的是灭苦，那因为苦是从轮回来，但是菩萨道他是这样，他不怕轮回，游戏人间，因为他不会受苦，他虽然有轮回，他不受苦啊。你看出果、恶果、三果都有轮回啊，但是他不受苦。出果人间人天七次往返，不会堕三恶道，所以重点在不堕三恶道，重点在不堕三恶道。啊，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不堕三恶道啊。所以菩萨证了无生法忍之后，不急着求解脱，不急着求解脱，庄严国土成熟众生，要不然他可以早点轮回啊，不，早一点解脱啊，他不用，他先让自己正见真上，然后让自己得无生法忍啊，然后就可以怎么样，不断的去利益众生，重点就放在利益众生上面，庄严国土成熟众生。那还没之前。也利益众生，但重点放在要见法，如实知，如实见，如是因，如是果，重点放在这里啊。那这个是我们稍微就是讲到啊，讲到这个啊，那菩萨啊证无生法忍。好，那么他讲啊，入金刚欲定啊，那证了出果恶果后啊，入圣流嘛。入圣流之后就什么呀？啊，入圣流之后啊，就开始薄贪嗔痴了。啊，那如果是菩萨的话，就不是，他也薄贪嗔痴，他重点不放在，因为解脱道重点是要得解脱的嘛。啊，如果是解脱道啊，如果是解脱道的话，解脱道的话，它有两个啊。如果是解脱道，它就是薄贪嗔痴；入圣流之后就是薄贪嗔痴。啊，你看它不一样哦。啊，入圣流之后，啊，解脱道它是薄贪嗔痴。菩萨也薄贪嗔痴，但是他重点，因为他要解脱嘛，因为烦恼是生死的根本啊，那烦恼断尽才能得解脱啊，所以他一直往断烦恼的地方去。菩萨不是，菩萨是庄严国土成熟众生，他是成熟众生，就是利济众生啊，他是主要在利济众生哦。啊，就是他入圣流之后，他主要在利济众生，就无生法忍之后，重点在庄严国土利济众生，就是成熟众生，成熟众生的善根呢。啊，解脱的善根啊，那这个是成佛的菩萨道啊，他可以成佛啊，因为你要成佛，你要度众生啊，那么所以菩萨要广学无明啊，主要就是这样，那就有一点不太一样了。那从初发心啊，久修行到阿毗跋致，到阿毗跋致就是真实菩萨了啊，这个时候已经不退了，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已经不退了。啊，然后一直修，一直修，这中间就一直在庄严国土成熟众生，庄严国土成熟众生，啊。庄严国土成熟众生。那么，一直到成佛的时候啊，你看。啊，这中间啊，当然这里也在利益众生，这里也有利益众生，但是他是随缘的利益众生，也是努力利益众生的，但他重点在这里，重点在要得无生法忍啊，所以叫般若道嘛，所以般若道这里要修般若道，般若道啊，就是开始薄贪嗔痴，但是还没断烦恼，他薄贪嗔痴，
啊，所以般若道要先什么啊？从发心菩提到什么？到福心菩提，到明心菩提嘛，啊，就这样啊。发心，你看调伏烦恼啊，前面讲的从发心，然后调伏烦恼福心，然后到明心啊，那么证无生法忍了啊，那么然后之后是什么？出道菩提，就二道无菩提的，然后是什么？究竟菩提。啊，这个中间啊就成佛了，啊，就这个就是所谓的，如果这里来讲啊，这里是发心菩提，发心菩提之后明心、福心菩提啊，那啊把这个写一下，再把它擦掉。你看哦，所以我们说大圣的修法啊，它基本上就十个字啊，三心行六度，二道无菩提。菩萨道大乘，这个都是纲要的啊！你纲要记起来，其实底下就很好发挥了啊！就反正就是拉下来，你就可以一直讲啊。三心行六度，二道无菩提。二道无菩提啊，是般若道、方便道。那么无菩提啊，从发心啊，这里讲的初发心，发心、福心啊，这调伏烦恼啊，轻发心要成佛。这里讲的啊，发心要成佛啊，成佛的心。其实就是成佛的心了，啊，那么那开始要成佛，要断烦恼啊，那发心、福心，然后到明心，啊，那这个是明心，然后出道菩提，然后这个明心菩提、出道菩提、究竟菩提，啊，开始。这个叫做这个就不退转了，不退转为声闻，也不退转为凡夫啊，这个就是入圣流了啊。一般我们讲啊，得阿毗跋致啊，啊，如果这是啊，在这里啊，这个是入圣流，入圣者流啊，这是明心菩提。啊，那这发心菩提、福心菩提，这里就有福心菩提，啊。如果是二道无菩提的话，啊，从这里讲，啊，这个是发心菩提，这个是福心菩提，啊，这个就明心菩提，这个出道菩明心。之后啊，这个出道菩提，这个是刚开始出啊，然后从阿毗跋致之后，从明心之后都叫做出道菩提，这中间都叫做出道菩提，然后到一生补处，后来成佛，成正等觉，叫成佛，我们叫成正等觉啊，成正等觉，这个就是究竟菩提。这个是究竟菩提，就这样啊，发心菩提、明心菩提、出道菩提、究竟菩提，那二道无菩提啊，然后这个就成佛了啊，然后这个明心就已经这个就是得阿毗跋致，那阿毗跋致到这个出道之间都叫做啊，从初发心，这个是初发心第一念心，那么自来都是福心，都是调伏烦恼，这个都是调伏烦恼。那调伏烦恼，要调伏烦恼，先要什么？先要觉察烦恼。觉察之后要控制，控制之后才调伏，调伏之后才断除。啊，断除，先断的就是三结，先断的其实就是戒进去啊，就是三结。然后之后是什么？之后就超越断除一切烦恼，啊，然后就超越一切烦恼，就不再有任何烦恼了，
就不再有任何烦恼，他就成佛了啊，就这个就是那证阿罗汉了。那一般来讲，无生法忍菩萨有些就是已经断一切烦恼了。那如果是佛的话啊，如果是佛的话啊，那基本上就是烦恼跟习气，断除一切烦恼跟习气。习气是不染污无明，不障碍解脱，但是障碍成佛。这个障碍解脱，但是这个不障碍解脱啊。所以阿罗汉还有习气，那他把烦恼习气都断掉了啊，然后具足一切功德啊。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三二道无菩提，二道般若道、方便道、无菩提啊，二道无菩提。那三心行六度啊，我们也想一下啊。啊，这个是啊，就是把这个大圣里面的主要的一个纲要啊，那也很好记了啊。三心啊，菩提心、大悲心啊，还有性空慧啊，我们叫做无所得心啊，或者说空心慧啊，都可以啊。那其实，这个三心里面啊，大般若经里面啊，一切自智，一切自智，一切自智相应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为方便，那基本上啊，就是无所得心啊，那有时候叫啊菩提心、身心、直心啊，那就有不同的说法啊。那主要是这个啊。那我们说大圣的根本，这个是大圣的根本。大圣的根本就是菩提心啊，就是你是不是菩萨，不是看你有没有烦恼，是看你有没有菩提心，有没有这个菩提心？我们说的是无上菩提心，有没有成佛的心？有成佛的心，你就是大圣；没有，你就不是。就算你把烦恼都断尽，有三明六通也不是，啊。那么菩提心是建立在大悲心上面，啊。那么你为什么要成佛？啊，如果要离苦解脱就可以离苦了，是因为要度众生的心，啊，这是度一切众生的心。这个是度一切众生的心，这个是成佛的心，这个是成佛的心，这个是度一切众生的心。那么这个成佛的心是大圣的根本，成佛的心，这个是大圣的根本。那这个是菩提心的根本，这个是菩提心的根本，这个是大圣的根本，叫做菩提萨埵嘛。你是不是叫菩提萨埵啊？菩萨的根本嘛，啊，就大圣，我们可以说是菩萨的根本，啊，那么这个是菩提心的根本，啊，你的菩提心是为了要度一切众生，所以这个是度生度一切众生的心，啊，把这个讲完就好。那么你要度一切众生，你这个心要实践，要真人实践，那必须要什么？必须要性空慧，啊。这个是大悲心的根本，啊，大悲。如果你没有性空慧，你那个是自私的心，啊，你那个是有无明跟贪爱的心，那个不是大悲心，那个就是凡夫心，啊。那么真正的圣者的大悲心，不退转大悲心，是以性空慧为根本，就是无所得心，啊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，啊，那么。这个是大悲心的根本，这个是不执取一切的心，啊，就是不执啊，没有我执的心啊，离我执的心，其实就是无我的心啊，啊，无我的心啊，这个是度众生的心，度一切众生的心。这个是无我啊，我们经常讲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啊，
那么这个是大悲心的根本。那以这三心行六度，啊，布施、道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啊，所以举个例来讲啊，布施不住色身香味触法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。那你布施的目的是为什么？是为了要成佛，利益众生。那在布施的当下就利益一切众生。那么依这个布施的功德，未来成佛可以利济一切众生。好，那么因为你这样，所以你在这样做的时候，庄严国土，成熟众生之后，未来你成佛的时候，未来你成佛的时候，你在这个当中，你在一生补处，从初发心到一生补处之前，一六度四摄所度化的众生，在你成佛的时候，这些众生都会到你的国土来。那你所做的一些功德，都会成为你国土的庄严。那么这些众生都会到你的国土来，成为你庄严国土中的一部分。啊，所以你就是为了庄，你在这个地方都是庄严国土，成熟众生。在你成佛的时候，你度化这个众生。啊，你以十善摄受的众生，这些十善所对你因你而行善的众生，就会到你成佛的国土上，继续接受你的教化。啊，所以弥勒菩萨、龙华三会，第一会、第二会、第三会，依成熟的程度不一样，释迦佛也是一样。啊，先下课。
我们继续再来看啊。那他这里啊，他说菩提萨埵有两种，有毗跋致啊，就是退转，阿毗跋致不退转。这个阿前面有个阿都是否定，否定后面那个东西啊，一般叫不或无啊，无量寿、无量观啊，那、这个就是阿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无上啊无啊，那或是不。不退转，无退转啊！阿毗跋致，毗跋致是退转，阿毗跋致是不退转。如退法不退法阿罗汉，那这个退法不退法，我们上次有讨论过啊，他在87页啊，就是有这个上次啊，就详细的讨论过啊，所谓退法不退法阿罗汉啊。好啊，这里我们看87页就有了哈、啊，那我们就不再继续说了。好，那阿毗跋致。菩提萨埵啊，是真实菩萨啊，其实就是明心菩萨啊，就是明心菩提了 啊。那么或者叫做正无生法忍啊，那么四明实菩萨啊，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菩提心也是不退转啊，就是他不会再退转，第一个不会退转为凡夫，第二个不会退转为小乘啊，那 他不会再说啊，那度众生太辛苦了啊，我还是解脱就好了啊，他不会这样。那我们说过，解脱道跟菩萨道最大的差别就是，解脱道从出发心就一直以处理生死啊为目标，没有改过啊。那菩萨道是从出发心就一直要成佛，没有改过。但是成佛必须要度众生，那么度众生要自己要有能力。啊，自作教他做，见做学习，自己要有能力，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办法，所以他第一个先放在对佛法，啊的深刻理解上面，理解到不退转了，这个时候开始进行第二个阶段，叫做度众生，庄严国土，成熟众生，啊，那么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啊要见真理，如实知，如实见。第一个阶段跟声闻的第一个阶段其实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啊。但是到第二个阶段就不一样了，他到了一个，比如说声闻正出果之后，就继续向二果、三果、阿罗汉前进啊。有学之后就向无学前进。那菩萨不是，菩萨正了入了圣流，得阿毗跋致之后，开始庄严国土，成熟众生，断烦恼。也在做，但不是最重要的了啊，是要引导众生、利益众生，让众生能够断烦恼，因为他是要成佛的。那没有众生，没有利益众生的功德，是不可能成佛的啊。所以他要不断的去利益众生啊。所以这个是真实菩萨啊。那这个发心也是真实的发心啊。那么凡夫发心其实会退的，而且。像大智度论说的啊，像鱼子一生几十万颗、几百万颗，但真正称变成小鱼的啊，只有几只啊。鱼子安罗花，菩萨初发心，这三件事：鱼子、鱼卵啊，安罗花啊，安罗花就是开花很多，结果很少啊。那还有发心菩萨啊，那最后成就的都很少啊。这三件事，所以。等到你证无生法忍阿毗跋致了，这个是真实菩萨。其他退转菩萨也叫名菩萨，啊，他也叫菩萨啊，因为初发心就是菩萨嘛。我们说有四种菩萨，刚才讲啊。那么譬如得四道人，四名十身，四道一般来讲就是四相四果啊。那么一般说了啊，那当然你也可以说证四谛的啊。那么譬如得四道人啊。那么得四道的人啊，是真实身啊。那四道也可以叫做苦集灭道啊，那四圣谛啊，或者就是得四相四果啊，得四相四果的这个是名真实身啊。那一般来讲啊，那正出果入圣流啊，基本上就是真实身了 啊。以实身故，其诸位得道的皆得名身。那我们说这个身啊。主要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它是团体的意思，它是僧伽的简称，和合众啊。那但是因为当时的僧只有啊
只有出家众啊，所以后来啊，只要啊出家的都叫做僧啊，就由这些出家人合起来的啊。那么这个啊，所以未得道者皆得名僧，也都是僧伽的一部分啊。那么所以僧有两个，一个就是团体，实际上它的意思是僧伽三卡合合的团体啊，即宗教团体。这个团体啊，就佛教团体。因为很多僧嘛，很多僧团 啊，所以我们会把它团体变成僧团啊。那其实僧就是团体的意思，僧伽就是团体和合众的意思。那我们后来为了，但是后来这个僧啊，比丘僧的僧，这是个人的僧啊，个别的啊，所以后来会把僧跟僧团分开啊。僧团就是原来僧伽的意思，那但是它指的就是这里面的各个一的僧合合的啊，所以现在未得道者也得名僧。好啊，这个是讲到啊什么叫做菩萨啊，那主要重点在菩提萨埵啊，重点在菩提萨埵发心，发菩提心啊。那么有真实僧啊及凡夫僧一般的。好，现在来看阿比跋致，什么叫做菩萨？怎么知道他是阿比跋致，或是他是比跋致？怎么知道这个菩萨会退转不会退转？啊，那这个在后面啊，就是《大智度论》卷74的时候啊有讨论啊。那你看我们看注解啊，两度讲到阿比跋致，卷15啊以及卷26。啊，那么这个卷74也有讨论啊，啊，这个我们后面再来说啊。然后再看啊，他说《如般若经阿比跋致品》所说，好，他说这个《般若蜜阿比跋致品》啊，然后注解啊，卷16不退品啊，卷17坚固品啊，都有说到。他说佛自说阿比跋致相，如是相是退转，如是相是不退转，就是啊，什么样的菩萨可以看出来他是退转他是不退转。好，那这个里面啊，就在后面啊会有讨论啊，那我们到后面啊再来看啊，再来仔细讲。那这里啊我们就不先讲。好，那他底下有先说啊，他底下有几个啊，就是他的讨论在后面还有啊，就这里是卷四嘛，这里是第四卷啊。那什么是退转，什么是不退转啊，后面还有很多讨论。那这里举了三个，这三个如果你具足这三点，那么你就是阿比跋致相，不退转相。那我们修行，现在的修行人很怕什么？很怕隔音之谜啊。那隔音之谜有什么好怕呢？会退转啊。其实就是你没有隔音之谜，你也会退转啊。你现在你也知道啊，啊，你现在这一生你做的事你都知道啊，佛法你也知道啊，你就不退转了吗？你还是退转了。啊，所以会退转不会退转，跟有没有隔音之谜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啊，就是你会退转跟不会退转，跟有没有隔音之谜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。你也不知道你过去生做什么 啊，那你知道你过去生有出家、有学佛、有修行吗？你也不知道啊。可是你这一生为什么会出家、学佛、修行？啊，那。为什么会？为什么不会？那过去有，现在为什么不会？你不要说过去生了，就这一生，他自己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他也会退转啊。那有一些不清楚的，他也不会退转啊。那为什么？啊，等一下我们就来讲这件事啊。那因为大部分的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啊。他这里有讲到嘛，《本世经》里面讲到嘛，有两种不会退转的，业跟智。啊，等一下我们再来讲，先把大智度论这个先讲完啊，等一下再来讲这个东西。他说具足三个啊啊，
啊，没有，他这里有讲五个啊，他这里有讲五个啊，讲五种啊，他列了五种啊。那么第一个就是啊，《般若经》说的啊，那什么是退转，什么不退转啊？那这个等到我们等到啊，这个啊，我们看卷二十八里面啊，十六卷十六卷十七的时候啊，我们再来看，因为我们这一本课本只有讲到卷十二啊，所以我们就不太啊。这一点我们就先不讨论啊，等到卷十六的时候再来说。第二个，一心常一心集诸善法，就是说你有一个特点啊，所以这种人我们怎么知道他是退转或不退转，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退转我们不会退转啊？那如果不退转要怎么办，如果退转要怎么办啊？就会有这种问题嘛。好，那他说第二点啊，第一点卷十六再来说啊。第二点啊，菩萨一法得好修，若菩萨一法得好修好念，是名阿比拔智。那看到卷啊，说何等一法，常一心集诸善法，如说诸佛一心集诸善法故啊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就是。你只有一个，就是你的目标很明确很积极啊，就是你要集诸善法，一心就是你唯一专精一念就是要集诸善法。这个在大智之论卷九十九般若经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菩萨啊，叫做萨陀波伦菩萨，七年中但一心念谈无解啊，因为他听说有一个很会说法的谈无解菩萨在世间啊，那么很会说般若啊，他唯一一心没有第二念，就是要遇见谈无解菩萨听般若经啊，那么就是要去能够遇见他啊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，他在哪里。他听说啊，这个跟这个以前道安法师听说西域有个鸠摩罗什啊，也希望能够见到他啊。然后鸠摩罗什也听说中途有个道安啊，就是两个人后来因缘不好啊。那鸠摩罗什本来道安请那个苻坚去请鸠摩罗什啊，结果苻坚又兵败江南啊，这个淝水之战没有，所以鸠摩罗什就被留在西域丘之国。啊，这样一隔啊，大王往生了啊。他后来才辗转过了十七年的样子啊，才回来啊。那所以这两个人没有因缘见到面啊。那这个萨陀波伦啊，一心想见谭无解，因为谭无解菩萨听说啊，他说般若经，他那个心要闻般若的方法啊。所以大智多论这个在卷九十九了啊。那、啊、他也说到啊。那么因为这个萨陀波伦虽然还有烦恼啊，出发心而已，但是集诸善法啊，那么自诸烦恼不令得住啊，就是一心都是要闻般若的，就是他那个心非常的坚定啊。那像我们就是比如说啊，我们一心要得智慧啊，因为般若就是智慧嘛，我们为什么要来听经，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啊，其实我们要什么要学佛啊，其实就是我们一心要得智慧，得智慧做什么？智慧有什么用？智慧才不起无明。那不起无明怎么样吗？起无明又怎么样吗？起无明就起烦恼造业，会受苦，会有生死受苦，会下三恶道。啊，那你只有智慧，你才不造业，不起烦恼，啊，不堕三恶道。啊，那么就算你有生死，你也不会受苦。啊，那所以智慧非常重要。啊，那这里讲，如果有一个人一心要集诸善法，那善法里面啊，那么《般若经》里面啊，如果讲的多一点的啊，就是六波罗蜜摄诸善法，就是所有的善法不离开六度，所有的善法不离开六度，所以六波罗蜜摄持诸善法啊，即是《般若经》里面说的啊，然后。根本的说，般若波罗蜜摄一切善法，
这个都是般若经说的啊。般若经说，第一个啊，六波罗蜜摄持诸善法啊，这个是啊概要的说啊，就所有的善法，所以菩萨六度是摄，六度就是一切善法啊。那么六波罗蜜摄持，六波罗蜜摄持诸善法，那么更根本的说啊，这个是通要的说，概要的说，六波罗蜜摄持诸善法。啊，那么根本的说，般若波罗蜜摄一切善法，啊，那么这个是《般若经》卷九里面说的啊，那所以啊，这个我们就不写了啊，因为没有白板可以写了啊，我们念着就好了啊。那所以这只是第二个啊，那所以其实一心集诸善法啊，那么你怎么知道要集诸善法？因为你有智慧，你怎么知道那个是善法，那个不是善法？要所以智慧才能够分别什么善跟恶嘛，所以正见第一个就是什么知有善有恶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要先分别善恶啊。那这个是智慧的功用啊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正见啊。那么第三个正直精进是阿毗跋致相啊，就是菩萨得一法是阿毗跋致相，何等一法正直精进。啊，如佛问阿难啊，这里讲到精进。佛问阿难，阿难奴说精进，如是世尊。阿难奴赞精进，如是善事啊。阿难常行常修常念精进，乃至令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再看二十九啊，那么有讲到啊三十啊，卷这个二十九经三十，三十是杂含七二七经。啊，那七二七经里面啊，他是说啊，他是佛在居士那啊这个地方啊，然后休息啊，跟阿难说，阿难啊，就杂含七二七经了，我现在背很痛啊。佛陀大概应该六十几岁之后就经常背痛啊，背痛，所以这个阿难经常会跟他按摩捶背。啊，他说我现在背痛啊，我要稍微休息一下啊，所以他就躺下来啊，就是吉祥卧这样啊。然后阿难，我躺下来休息的时候，阿难就把那个酒衣叠好啊，因为那酒衣比较厚啊，通常都是做枕头啊。我躺下来的时候啊，可以做个枕头垫着啊。那身上是穿着七衣五衣啊，然后酒衣是带着的。冷的时候再披的啊，通常就这三衣而已啊。那九衣比较厚，那没事的时候就是带着，然后折起来，然后做枕头啊垫在，因为他说都去外面的嘛，树下的啊，所以垫着。那阿难就把九衣折好，让佛当作枕头啊，就是垫在这个头这边啊，然后去休息啊。那我就跟阿难说：“好，那阿难啊，你好好思维七觉子，啊，那阿难就在那边啊，就思维啊，就开始护诵啊，诵经了啊，就念啊，开始啊，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啊，念觉知责法觉知啊，这个精进觉知喜觉知清安定啊，讲到啊，因为七觉知是从念觉知开始嘛。”念觉知、责法觉知、精进觉知啊，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。讲到精进觉知的时候，啊，佛陀就跟阿难说：“阿难，你说你刚才说精进吗？”啊，阿难说是。啊，那么佛就说：“唯只有精进修习，多修习，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啊，所以佛就起来啊，是的，要精进，佛就起来了，就没有躺着了，又起来开始啊。那么打坐了啊，那所以啊，这个是这一本经啊，这一本经啊讲的啊，就是杂含七二七经的了。那这里是讲到精进。那释迦佛跟其他的佛的特点啊，一个就是精进，一个就是忍辱，一个就是忍辱啊。那像忍辱，像毗婆尸佛啊，毗婆尸佛的略教界里面。忍辱无为罪，佛说第一道。出家老他人，不明为沙门啊。昨天我们有诵戒嘛啊？那么他基本上毗婆尸佛略教戒，毗婆尸佛的略教戒
他就讲忍辱啊，那就是跟其他的基本上就是讲三业清净不太一样啊。那这个当然我们还要看毗婆师父为什么特别强调忍辱啊。那释迦佛的特点基本上就是忍辱跟精进，忍辱跟精进啊，因为他有五浊恶世嘛啊。好，那这两法是特别重要。那精进是骗一切的，精进是骗一切的。那么我们看到佛在一教经啊，这一教经里面四个地方讲到精进，四个地方讲到精进啊，在一教经里面呢啊，那一教经也不多嘛，它四个地方讲到精进。第一个告诉你修行要精进，调伏烦恼要精进啊，当自无根嘛啊，勿令放逸入于无欲嘛啊，然后要自心嘛，勿令放逸嘛啊，这个是从戒律语讲到根律语。戒律语就是你能够自戒嘛啊，不可以贩卖贸易怎样怎样怎样啊，讲这一些啊。那么讲完了之后说你能够，你已经能做得到了，那么开始从戒律语讲到根律语，要治什么？要调伏这个五根，五六根了啊，要调伏六根啊。那么先治五根，然后再治心啊，这个是第一个要精进的啊，要精进的防护根本啊，这调伏烦，这个是防护根本嘛啊。那先从戒律语讲到根律语啊，那先就是当好自心啊，然后先治五根，勿令放逸入于无欲，然后又说当好自心，勿令放逸啊，所以最后说是故比丘当勤精进，折服其心啊，就是要精进的调伏烦恼，对治烦恼啊。那第二个特别讲精进，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啊，非常若勤精进，事则无难啊。假设比丘啊，都跟比丘是要讲的了啊，因为之后佛要入涅槃之前，比丘围在旁边嘛啊。如果我们啊精进，那么所有的事都可以做得到啊。像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，我们会觉得，就算我用功，我也不能成就。啊，这是一个很糟糕的观念。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种观念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说，现在是末法了，现在这个时代了，啊，我们再怎么用功都没办法成就。那么有些说不能得无生法忍，有些说不能得解脱，有些说不能入圣流，有些说甚至不能得禅定。那这一些都，其实佛法来讲，能不能不是时代的原因，而是你有没有成熟。那成熟一定是相续，精进相续，一心精进相续，你就能够成熟啊。所以你只要努力做就是了啊。那么你不要先画地自限，觉得这个时代不可能解脱，不可能证圣果，不可菩萨的话不可能得无生法忍啊。那么这一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，可不可能决定在你怎么修，怎么修啊。那么那一定是都要精进啊，这个是一教经里面啊，第一个先叫你要精进的调伏烦恼，先治五根，然后治心啊。那么精进则无其心，第二个啊，他告诉你啊，那么你们都应该要精进啊。那么如果精进的话，那什么事都可以达到。若勤精进，事则无难，是故汝等当勤精进啊。他举例就好像小水啊，一点一点滴，则能穿石，石头都能够打穿了 啊。所以啊，要努力，就是相续的问题嘛啊。所以我常常觉得修行就是三个，一个相信，对佛法要有正信；第二个啊，这个信从养信到解信到正信啊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要精进啊，第二个应该要相应了啊，就是你要正确啊，你要正确啊。然后就是第二个是精进了，相续了啊，相续，相信相续啊，就是你要精进，把你现在修学的佛法，然后这个信也有层次，这个精进也有层次，从身精进到心精进啊，这个信从解信到正信啊，然后你到最后你一定要跟佛法相应，一定要如实知如实见啊，要跟般若相应，要跟菩提，如果大圣的话要跟菩提心相应，要跟大悲心相应，要跟无所得心相应，一定要这样啊。那如果是解脱道的话啊，要跟烦恼不相应，
要跟智慧相应啊，那基本上是这样，离烦恼相应。所以啊，那一教经里面四处讲到，四次讲到精进啊，第二次就是告诉大家要精进，要怎么精进呢？要不断相续的精进啊，如小水长流啊，那么则能穿石啊。那第三个就是大家会觉得没有佛了啊，那以后我们怎么办啊？那佛走了啊。那心里面觉得没有依止啊，啊不是自依止法依止啊，那么佛就是藏在这个世间，那么你不修学佛法啊，那也离佛很远，佛就是不在了，你依法修学就像在佛身边，法身藏在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他说世皆无常，会必有离，勿怀忧啊，事相如是啊，奴当精进啊，一样又告诉你精进啊，第三次讲精进，早求解脱啊，这个要智慧精进啊，就是要跟智慧相应，要跟智慧相应，般若相应，要以智慧名灭诸痴暗啊，告诉你一个目标，不是说叫你精进就好，要精进一心得智慧，就是般若经的核心，一心得智慧啊，要以智慧名灭于痴暗啊，无明贪爱啊，那么最后要入涅槃了，最后要入涅槃了。啊，还在讲精进，啊，你看，啊，他最后要入涅槃了，啊，那么说我现在要入涅槃了，啊，那么告比丘说，告诉跟比丘讲，你们常当一心勤求出道，啊，那么世间一切世间动不动法，皆是败坏不安之相，啊，那么你们不要再说了，奴等且止。啊，悟得复语，不要再讲了啊！时欲将过，我欲灭度啊！那所以他说，这个奴当一心勤求出道，就是要精进。你们要精进，这是我最后之所教诲。最后了啊，他还在讲精进。你看佛陀啊，所以如果仔细看啊，这一教经里面四个地方，从最先讲完戒。啊，就是讲规矩啊，讲完戒啊，不可以贩卖贸易啊，怎样怎样怎样，垦土掘地啊，那么仰观星宿啊，那么这些啊，讲完了之后就讲啊，那么要精进的什么调伏心，守护根本啊，然后告诉你要怎么精，就是精进的方向就是要先调伏烦恼，然后要怎么样，要相续啊，如小水流。啊，如水啊，如小水长流，则能断食啊。那么，如果有精进，无事不办啊。讲这些，然后最后啊，然后到后来又跟大家讲啊，你们不要认为啊，我不在了啊，那么就怀忧虑，不需要啊。你只要精进修行，依我的法修行啊，这样早求解脱就可以了啊。最重要是要精进得到智慧啊。那么最后要走了啊，你们不要再说了，大家好自精进啊，好自用功啊，我要入涅槃了啊，精进就是了，你看啊，所以这个精进基本上后来我发现精进老实讲也不容易，那精进不是，是精进是心精进，所以你看四正勤是什么，以身恶令速断，未身恶令不生，以身善令增广，未身善令速生，其实就是三句话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就是这样而已，真的就是这样而已啊。那这个是佛讲的所谓的精进。好，那他这里又讲啊，那讲到精进，我们也可以顺便再讲一个啊，就是说直多罗长者啊，就是杂含五七一经啊，我们就不写了啊，那再来看啊，杂含五七一经。这个直多罗长者有一天啊，供养啊，在安罗林啊，毗舍离那里啊，安罗林供养这个上座比丘。直多长者是正三果的人啊，但是他没有神通啊，他有禅定哦，他有禅定，但是他没有神通啊。那么他是正三果的人，然后他有一天去供养上座比丘，在安罗林供养上座比丘，那就是请。但上座比丘好像去，好像直多长者的家受应供的样子，还是他去那安罗林供养他啊？这要查一下。然后他这个，因为那个天气很热，天气非常热。
那天气非常热，里面有一个下座比丘啊，就是资格比较低的，就是刚出家不久的，因为天气非常热嘛，啊，然后这个叫做摩诃迦啊，摩诃是大的意思，啊，就摩诃迦尊者，就跟这些上座长老说，天气那么热，要不要啊？要不要我们啊起一点风，下一点小雨啊，降暑？这个上座比丘说。哦，很好，很好啊，可以啊。结果这个摩诃迦比丘就用神通，就开始啊，用了神通啊，让下了一点点微风细雨，就天气就马上降热了，啊，就清凉啊，清凉了啊。那清凉之后，那么这个下座的摩诃迦尊者就说，就是长老比丘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啊，说可以了啊，那就好，那就让他停了啊，就。天气已经转凉了嘛，啊，那这个智多长者在旁边看，就看得啊目瞪口呆，就是的，就是也不是啊，他其实也看过，他就觉得哇，这个最下座的，这个是刚出家不久的，都这么厉害，那就上座比丘就不用讲了，啊，然后就去要求这个上座比丘，不是，啊，要求这个下座比丘说，哦，我刚才看你这样的非常厉害啊，你要让他下雨就下雨，让他吹风就吹风，雨还控制在刚刚好的啊，不会下大雨。啊，细雨，然后降热啊，你可不可以再表演个给我看一下啊？我很想看，可是佛陀有规定不可以随便表演啊。那智多长者是一个信心，就是他也是一个正果的人，他就要求啊，要求这个摩诃迦长者说啊，你可不可以再表演一些给我看看啊？我很想看啊，就拜托他这样啊。那摩诃迦长者就说啊。不可以随便这样，但是后来经不住他再三要求，他说好，他说你去准备一条毯子，然后准备一些草啊，还有木头，啊，然后这个智多长者就把搬来一些草，一些木头，啊，就草底下啊放木头啊，然后上面又盖一条毯子，然后这个摩诃迦尊者啊就又开始啊表演了。那没办法，看他运心作意啊，就作意啊，没多久，这个火就烧起来了，把那个毯子底下的草跟木头全部烧干净，可是那条毯子完全没有被烧的痕迹，啊，这个智多的长者看着就啊，那时候看得很惊奇，就这样，哇，就很欢喜啊，就觉得啊，这个佛法实在太殊胜了。啊，太厉害了啊！但是这种神通基本上，佛陀是规定不可以随便啊，随便这样显现神通的，啊，然后这个智多的长者就说啊，那么这个尊者啊，你实在是太殊胜了啊，那最下座的哦，最下座的啊，那都这样了，那是上座的真的是更厉害了啊。然后他就说，尊者，你可不可以接受我的供养啊？明天来我们家接受我们的供养，我想供养你。那个摩诃迦尊者就说：“我不想因为这样接受供养啊，这个会有过失啊啊！”结果他就离开了，就从此没有在那个地方了啊。就是他，因为他显现神通嘛啊，他就离开那个地方。他也不因为这样接受供养啊，他不因为这样接供养，这样是有过失的啊。所以这个啊，这个是讲到那这个摩诃迦，重点是摩诃迦尊者跟这个智多长者说。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，就只是精进而已，啊，就只是精进啊，其实是这样。好，那么这个也是在讲到精进啊。好，那再往底下看，他说啊，那菩萨啊，他说啊，第四个。那么若得二法，是实是阿比巴之相。何等二法？第一个，一切法实之空，啊，就是不退转。这个重点是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不会从菩萨道再退转了，啊，一切法实之空，意念不舍一切众生，啊，有大悲心，就不会退转为解脱道了。啊，那也不会退转为凡夫，就阿毗跋致嘛。所以般若道，他要先有般若道啊，那么才是真实菩萨，就明心菩提嘛。
啊，一切法实之空，就是无我了，啊，知道一切法无我，啊，那么而且知道一切法无我，也不舍他的大悲心，所以大悲心为根本哦，啊，那么世人名为阿比拔智菩萨，啊，那第五个得三法名阿比拔智，啊，一心作佛，欲成佛道，啊，就是菩提心，就是成佛的心了，啊，如金刚不可动，不可破。不可动不可破，基本上就是阿毗跋致啊，它不退转了啊。一切众生悲心彻骨入髓，彻骨入髓就是不会改变了啊，那也要阿毗跋致才可以啊，那不然不行啊，不然前面都是会退转的啊。所以大悲心是菩提心的根本，菩提心是菩提萨埵的根本啊，没有菩提心就不叫做菩提萨埵，就不叫做大乘啊，那没有大悲心也不叫做菩提萨埵啊，那没有性空慧也不叫做菩提萨埵。第三个得波捉三昧，能见现在诸佛。那这个见佛主要是见法啊，主要是见法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就三心，第一个就是菩提心，第二个就是大悲心，第三个就是无所得心。因为见佛就见法，见诸法无我就见诸佛啊。那这个波捉三昧在245页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他有稍微讲一下。好，245页啊，前面他说啊，波捉三昧力故，虽不得天眼而见十方佛，眼耳无碍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啊波捉三昧啊，好，但是它最重要其实是见法啊，其实见法，见诸佛其实就是见法啊。见佛之所以成佛啊，重点见佛有两个，一个是见佛的色身，一个是见佛的法身。那这里主要是见佛的法身啊，才是真见佛，这个才是真见佛啊。那波捉三昧见十方诸佛，其实就是见一切佛之所以成佛的啊原因啊，就是了解一切佛之所以成佛啊。那所以能见现在诸佛，好，四十名阿毗跋致。好，那我们从这个来看这里啊，这个我们讲过了啊，就不要擦掉了。不退转啊，那么他讲到集诸善法啊，就这个善法里面其实非常多啊，这个已是善法，集诸善法，集诸善法就是无量寿经的修诸功德。无量寿经要往生净土，其实无量寿经讲的是庄严国土成熟众生啊，一样哦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有四个往生四要件嘛，《无量寿经》有往生四个要件，第一个发菩提心。第二个就修诸功德，第三个一向专念，一向专念其实就是精进啊，一心精进啊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啊，大智论叫做集诸善，般若经叫集诸善法。无量寿经其实就叫修诸功德，其实是一样的哦，啊，你们如果仔细研究就会知道。那第四个是回向发愿，啊，就是要成佛啊，那回向发愿，所有的功德都是积极，都是要成佛。那发愿当然啊，发愿就是发愿要庄严国土，成熟众生啊。那么就是这里主要是发愿要升到有佛国土，往生净土嘛，啊，升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这个是
身有佛国土。那有佛国土的重点在什么？是有佛吗？不是，见佛闻法。重点在见佛闻法。啊，那见佛闻法重点在知法入法。啊，然后见法得法啊，基本上是这样，知法入法，见法得法。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好，那这里所以叫做啊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这是精进的、啊，其实就是精进。那么精进的修诸功德啊，那当然他这里一项专念，念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无量光、无量寿啊。那其实重点是在无量光啊，但后来的重点放在无量寿。那这个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福德，是因为所有的佛都圆满，其实就是无量，它就是圆满究竟。圆满究竟啊，就无上啊的智慧。那福德跟智慧圆满就叫做佛啊。那一切诸佛都是这样子的啊。那么由这四个啊，就修诸功德。那如果是依这个《无量寿经》讲啊，修诸功德里面就分上中下品啊。《无量寿经》有四个要件，一个但书啊，稍微我们讲一下啊。因为很多人虽然念佛修净土法门要往生，其实不知道净土的原理到底在讲些什么，其实很多人没有去研究了。老实说啊，那么上它分三倍嘛，啊，如果是《观无量寿经》就分九品啊，上中下，这个是中修诸功德。如果是上倍的话，大修功德，功德就是啊，我们所讲的这里啊，就是这些种种的一切善法，一切善法。那《般若经》里面一切善法收摄在六度里面。啊，两种，一种就是六度摄一切善法，啊，六度其实摄受在般若里面，啊，六度万行，般若为导，六度万行，般若为导，所以根本的说，啊，收摄在般若波罗蜜里面，啊，一切善法，那么也是《金刚经》讲的，啊，就是以这个修一切善法，那么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是善法故，以是一切善法故，就这一些种种种种这一些，得阿耨多罗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什么？一切善法皆是佛法，就是你要修诸功德，你才能成佛了。啊，皆是佛法，皆是成佛的方法。啊，就是你要具足一切功德，其实是这样的。你如果仔细，啊，你读多了，你就可以会通了，真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中辈，这个是大修功德。这个是修诸功德，啊，中辈是修诸功德，下辈呢，多少修善，下辈是多少修善，啊，就是修的比较少了，这个多，这个中，这个少。好，那你看哦，啊，他虽然是这样，啊，他有讲哦，他在《无量寿经》在讲到三辈往生的时候，讲的这个四个要件，最后卷下要结束之前，讲了五恶、五逆、五痛、五烧，五恶、五痛、五烧，啊，因为就是五逆十恶啊，就是你痛就是苦，啊，你如果不持戒。啊，五恶就是五戒了啊！你如果不持五戒，一业，等一下我们要讲啊，一业啊，讲到这里啊，一业本世经啊，一业你就会有苦啊，杀生就会有短命多病啊，偷盗就会有贫穷卑贱苦
杀生就会有短命多病苦，啊，那么而且它会一直相续，一直痛苦，啊，那讲完了之后，讲完了之后，他讲什么？边地，啊，这极乐世界的边地胎生。他说什么样的人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一向专念。你一次个你才能往生哦，你才能往生净土哦，往生无量寿佛果的净土，往生这个阿弥陀佛果的净土哦，缺一不可哦，缺一不可哦，没有发菩提心也去不了哦。二圣世亲菩萨讲的二圣总不生哦。那么如果是弥勒净土，那没有发菩提心可以去，弥勒净土没有发菩提心可以去，但是你要到阿弥陀佛的净土。要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。依这个《阿弥陀经》讲啊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。善根是智慧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啊。福德因缘啊，那这一些是这个是因缘，这个是福德啊，那这个菩提心也是福德，那不可以智慧啊。等一下我们来看边地啊，如果你。他后面有一个但书哦，无量寿经最后有一个但书，你发了菩提心，你也修诸功德，你也一向专念，你也回向化愿，但你升到边地，疑尘，它叫做边地疑尘啊。那为什么什么叫边地？边地的意思是什么？不见佛，不闻法，那叫做边地，三途八难啊。不见佛，不闻法，啊，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，啊，虽然你日子过得很好，啊，他也七宝宫殿啊，也无欲自在啊，那你看《无量寿经》，他也无欲自在啊，但是他升到边地，五百岁，五百是多的意思，啊，佛法里面讲多就是五百。非常多就是八万或八万四千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那不见佛不闻法，你看，那为什么疑尘？你对佛法有疑，对四谛没有了解，没有善根，没有智慧，没有正信。善根是什么？无贪无嗔无痴，是什么？是信净念定慧。那你的修诸功德里面，你的智慧没有。所以他会升到边地疑尘，就是你没有正见，你没有正见，你没有正信，你的修诸功德虽然也是修诸功德，但是你的里面没有正见智慧啊，你只是你，何况你还不一定修诸功德，你只是一向专念回向化愿，那你就要往生没有？那即使你发了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一向专念回向化愿。但是你的修诸功德里面没有智慧，因为所以你升到边地，因为如是因如是果啊，升到边地疑尘，不见佛不闻法，胎生天上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天上的都是化身，没有胎生的，地狱也是化身的啊。什么是胎生？鬼畜生跟人是胎生。那你这样，你不会堕三恶道，你不会堕三恶道，所以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为什么胎生？那所以你要知道，这个是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的有一个但书啊。好，那我们要先把这个讲完啊，再下课。好，那这里讲到啊，因为就顺带啊，就已经讲到这里，就顺带讲啊。那这里讲到。这个集诸善法啊，以示善法啊，集诸善法，那其实就是修诸功德啊。那再看啊，他说啊，这两个我们要讲一下啊。杂案九八七经，佛跟诸比丘说：“我依此多住啊。”这里有讲的三个啊，于诸善法未成之主啊，就集诸善法要多修善法啊。那么善法未得，终不休息，这个就是精进啊。那么就是你要不断的。啊，不断不断的修学善法，所以我常讲修行啊，那么尤其是大圣的修行
啊，它有三个重点，啊，要深种善根，深，啊，深种善根，这个就是智慧要深，智慧深就是要常常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法随法行，就是闻思修，不离开闻思修，啊。啊，那么你才能够依这个善根不起贪嗔痴，无贪无嗔无痴，无贪无痴是三善根啊。啊，那么要多造善业啊，那不离开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些都是善业啊，善善定善，有漏的无漏的啊。那么重点啊，重点基本上就是两个啊。这是利他为上，尽心第一，利他为上。啊，然后另外要广结善缘。啊，要有这个好，我们把这个讲完再下课啊，先把这个讲完好，那么。我上法未得，终不休息。于诸断法，应该断的，应该修的。啊，那这个即使就是经进里面的，以身善未身善，以身善未身善，以身的善法要让它增广，未身的善法要让它速生。啊，终不休息，没有停的。啊，那么于诸断法，以身恶。以生生的烦恼，还没生的烦恼，未生恶，已经生的现前的，我们叫做禅，还没的随免啊，还隐藏的，并不是你没有，你还没现前，还没遇到境界，还没现前。那么以生恶，未生恶啊，于诸断法未曾远离，未曾余劣，心生欢喜。你一直在修行，就是一直在觉察烦恼，调控制烦恼，调伏烦恼的过程。你没有停过，啊，那么不会对于五欲或是起烦恼的人事物产生欢喜。虽然对我现前有利益，但是我起了烦恼，我很生气骂那个人，那个人怕我了，啊，我欢喜了。为什么？啊，总算让你怕我了。你起了烦恼，你不会因为这样欢喜，你只会因为哎，我为什么会起这个烦恼？你不会因为你短暂的利益。起烦恼而欢喜，不会，啊，未曾于劣法，啊，你得到总算得到，哎，这个人开始恭敬我了，啊，那觉得我有修行了，啊，你开始欢喜了，你已起了贪爱的烦恼，啊，那么你不会，你会针对你的烦恼有没有烦恼，你欢不欢喜，而不是针对你有烦恼你起欢喜，你不知道啊，不会，未曾于劣法，无欲心生欢喜。啊，不会贪嗔痴，不会起而贪嗔痴，心里还欢喜，如是精进住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样你可以成就。好，好，那这现在我们把这个讲完再下课啊。现在最重要的在这里啊，不退转啊，怎么样不退转？你看哦，如果讲啊，他说本世经里面讲，是有两种无期狂法。啊，无期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啊，如实的啊，那么不会因为什么改变啊，大家都一样啊，我们叫做法性、法住、法界啊，真实的，真实不虚的。那最真实的就是因果嘛，知诸必教，丝毫不爽，这个是最真实的嘛。好，那么唯业，你看哦，唯业与智哦。啊，那你看，他说：“若诸有情，以及诸业，已经造作的业，其一手果若未现前，还没成熟以前，业已熟，已经造的就有分两种：已熟、未熟。已熟的就是定业，未熟的就是不定业。定业必受报。”啊，那么不一定受报，不必定受报，要等成熟，要等成熟，等成熟才受报，不定业要到等到成熟才变成定业才受报。
啊，那么如果已经成熟，他就一定要受报啊。那道有苦有乐，业有善有恶，报就有苦有乐。那还没成熟的不会消失哦，不会消失，终不尽灭。已经成熟的也不能灭，一定要受报，受完报会灭，就没有了。还没成熟的，若一手果，一手果主要是一死而守啊，就是你现在做，下一次做报啊。今天早上吃饭啊，那么中吃完饭十分钟后开始报啊，那么若未现前，就还没受报，他必定要受报，终不尽灭，不会消失，不定业。只要造了业，善也一样，恶也一样，有漏业也一样，无漏业也一样啊。这个是讲有漏业的，无漏业也一样。好，所以说假使根有力，假使经百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就讲这个。好，若现在这个很重要，若诸有情以身资助，你已经有智慧了，你对佛法有正见有正信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担心隔音之谜啊。那么一切烦恼若未永除，因为智慧就是除烦恼，智慧就是除烦恼，明就是断无明，智慧也是一种业啊，智慧是心的一种状态，业是心的造作啊。那么你看哦，若诸有情以身资助，你已经有了这样的智慧，一切烦恼若未永除，因为智慧就是要除烦恼，烦恼还没灭之前，你的智慧不会舍离，终不舍离哦。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就是什么，要让我们有正信有正见，你不用担心隔音之谜。所以假使有世间杂含七八八经，假使有世间正见真善者，虽复百千生，终不堕恶趣。你不知道你前身是什么，但是因为你的智慧，你的智慧有力量，智慧也是一种业啊，它也不会消失哦，它不会消失。所以你不用担心，你其实不用担心，那我死了，我什么都忘记了，不会，业不会消失，智慧不会消失啊。假使有世间正见真上者，虽复百千生，终不堕。你为什么不会不堕而去？谁保护你？没有，你的智慧保护你而已。所以《般若经》讲什么？如果有人学习般若波罗蜜，那么深入理解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终不离佛。行般若波罗蜜，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啊，我们叫做习心讲叫行深般若啊。那就算你还没开悟，还没不用，你就正见真上就可以，有正见有正信，啊，从一佛国，你看哦，至一佛国。就是你这一生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释迦佛的佛果啊，然后你再再一生，其实就是你一直在闻法，因为你对佛法有正见，依你的心，依你的业，依你的缘，你就会生到有佛国土，见佛闻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一心常念般若，一心常念佛法，念佛，所以你为什么念佛？念法念僧念事念见念天念佛念法念僧啊，你从一佛果至一佛，从生至生，终不离佛，从一佛果至一佛果，终不离佛。啊，不离佛基本上就是不离法，不离身，啊，不离三宝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，终不离佛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了解了，其实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只要努力好好的修学佛法，啊，那么你对佛法的道理有深刻的理解，从一佛果至一佛果，终不离佛。如果没有啊，你看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只知道念佛，你可能升到边地狱城，五百岁不见佛不闻法，啊，你好好想这些道理啊，所以你还是要了解佛法的真实道理啊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好，那因为时间到，那么啊，这里讲到啊，我们就讲到105页啊。这个得名阿毗跋致，好，好，大家合掌回向。
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